好，我们到了第一颗山头哈，独立山哈。好，那我们没有休息哈，我们要直接往奉天岩哈，然后再往大龙顶的方向出发。哦，独立山最高点，哦，一座凉亭，哦，840公尺，哈，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出发了。哦，下来之后啊，哈，那我们直走就可以了，哈，往那个爱玉冰的方向走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下面那里就是独立山车站哦。我们到爱玉冰岔路，我们要往奉天岩上去。多照。哦，这边是要往那个竹松梅步道哈，那我们要往奉天岩是要往左边的哈，哦，石壁角哈，石壁角的方向哈，啊，奉天岩的方向。哦，上来之后的马路就是太红道路哈，我们上次是从左边去阿巴泉跟观音石山哈，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先走大龙顶的话，我们要先往奉天岩的方向上去。那我们就到达奉天岩哈，前面这边就是奉天岩哈。那我们休息一下哈，再往左边这边的步道哈，上去那个大龙顶。好，那我们就往大龙顶出发了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岔路哈，那我们要往右继续上大龙顶哦。我们步道上来之后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右边哈有一个岔路哈，那这个岔路就是从石壁角的竹松梅步道过来的哈，就是从那边通到这边哈，然后再继续往上哈去大龙顶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续走去大龙顶。哦，那过来这边的岔路哈，那直走就是要下去太红道路的方向哈。那我们大龙顶的话，我们要继续往右边的岔路上去哦。好，那这边也有个牌子哈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出发吧。哦，那快到大龙顶之前哦，右边有个岔路哈，这个就是以前要下石壁角的旧路哈，在这边哈。那它这条路其实是不好走了哈，在网络上看人家分享的资料哈，那也很少有人从那边上大龙顶哈，所以那一条就不要走哈，可以走那个双美步道哈，替代那一条路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我们步道上来哦，那这边过去就是有个平台哦，可以看山景。那我们是直接要去太平了。好，那我们过来之后左转哈，我们就是上到大龙顶的最高点哈，就在茶园的上方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达大龙顶的最高点哈。那我们要直接哈往这边的阶梯下去太平哦。好，那我们往茶园上面继续走哈。好，我们现在上来的话，我们看到现在最上面这一颗哈，这一颗就是马鞍山哈。那这边这里哈，就是荔枝角山。那碧湖山的话，就是在这边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就是从大龙顶这边下来的。那过来这边哈，我们现在也看得到太平山了哈，太平山的最高点。
好，那下面那边就是三元宫哈。好，那我们步道过来之后，这边有个岔路哈。那右边的话就是要下去太平孝子路步道那边哈。那左边这里有一颗基点哈，有一个基石哈。它这个水泥柱是那个三字水泥柱哈，大龙顶西北峰。那这条岔路下去的话，也是太红道路哈。那我们没有往这边哈，我们要继续往太平的方向下去孝子路步道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哦。那我们就接到孝子路步道哈。那我们接到步道之后，我们就往右边走哈，下去那个竹林茶坊那边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达竹林茶坊了哈。那这边是可以休息了哈。那我们要继续往那个太平山上去哈。那看你是要从三元宫那边走也可以，还是要直接走那个马路上去也可以。那这边就是太平老街哈。那我今天是从马路这边上去哈，那因为三元宫那边今天有很多香客在进香哈，我就不从三元宫那边上去了哈，我就直接从马路这边走上去。看看这边能不能通哈。这边也可以哈，刚刚那条路直接上来哈。这边就是三元宫的，不知道是第二停车场吧哈。那这边也有路可以上去马路了哈。那它靠近三元宫这边的阶梯哈，在施工不能上去哦，所以刚刚应该在第一个阶梯就要爬上去了哈。那你如果走车道的话哈，就要多绕一下哈，再绕到刚刚阶梯上去的路口那边。哦，要多绕一段路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过来马路的岔路路口这边哈。刚刚阶梯就是从这边上来的哈，从这边上来。那我们接马路的话我们要继续往上面走哈。那刚刚这片停车场就是三元宫的第二停车场哈，这边有牌子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上走了。三元宫新的大门已经弄好了哈，那现在就从新的大门这边这个牌楼这边进去哈。这个牌楼之前是还在建哈，那现在已经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往上走哈。好，那之前那个牌楼还没好的话哈，那进出是在这边的哈。之前都是从这边进出哈，那它现在已经封起来了哈，现在就是从新的牌楼那边进出了。好，那我们要上去那个梅花鹿步道哈，我们继续往上走。过来，我们就看到那个梅花鹿步道了哈，那我们就从梅花鹿步道上去哈，我们要上去太平山哈。那梅花鹿步道它就是一路哈阶梯往上哈，那上去之后再接茶园路哈上太平山。好，那我们接马路的话，我们就要右转了哈，我要右转。好，那过来之后，我们再左转上那个茶园路哈。
好，那我们就上茶园路了。哦，离子角山哈，待会要去的山哈。那我们顺着水泥路哈，一路往上走哈。好，那过了这栋房子哈，下一个哈电线杆有电箱的那电线杆哈，那个岔路就要往右走哈，上去那个太平山的最高点哈。好，这里要往右走哈，上去之后哈，然后再左转哈，就到太平山最高点了。好，上来岔路这边哈，我们往左走哈，就到太平山最高点了。那我们待会再往右边走哈，去离子角山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到太平山了哦，1082公尺哦，太平山。好，那我们就往离子角山出发了。要到达那个太平山最高点啊，这里有两个水塔哦，那水塔里面都有哦，那里好像有一只那个看起来很像老鹰的尸体，还是那个猫头鹰。然后这个水塔也有哦，这边在那边哦，那个花色看起来都像那种老鹰之类的哦，不知道是猫头鹰还是一般的那种老鹰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直走哈，我们要去离子角山哈。那我们刚刚是从右边这条路上来的哈。好，岔路我们继续直走哈。那这边是要下去那个大众爷庙的方向哈。那我们继续直走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顺着路径过来哈。那最后这边这里有个茶园哦。等一下左转过去就可以接水泥路哈。好，那我们就下去水泥路哈，我们要过去那个离子角山。好，那下来岔路这边哈，我们就直走就可以了哈，直走上去离子角山。那右边的水泥路这边就不要走了。好，那从这里就开始要一路爬升了哈，要爬到那个最高点了哈。好，那我们茶园路上来哈，到这边哈，我们就要上这个阶梯哈，上去那个离子角山的最高点哈。那它这边是有展望哦哈，可以稍微看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往马鞍山的路上哈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哈，有很多山友哈，从马鞍山那边的方向要过来哦。茶园路哈，顺着走哈，那间铁皮屋那边哈，然后再过去林线那个位置哈。我们刚就从太平那边过来的哈，就沿着山的林线哈一直过来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上马鞍山哈。那这段路最好还是要戴帽子或是雨伞哈，可以防晒哈。今天什么都没带哈，晒到有点头晕晕的。那我们进竹林哈，上去就到那个马鞍山的最高点了。到龙兴宫岔路哈，右边就是要下去龙兴宫哈，直走就是要去二间跟大千，那左转的话也是要下去大众爷庙那边哦。
哎，你什么店？你什么？我们步道出来之后，我们要往左边走哈，我们要去二金。哦，快到大尖山的高点哦，那旁边这边也有在垦丁哦，不晓得要做什么。顺着步道走就可以了哈。一路都是陡下哈，从离开大尖山就一路都是陡下的阶梯步道哈。那我们步道下来，我们要过去哈，右边的路啊。那应该正常的话，应该是要左边哈，继续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往左边走。好，那我们水泥路下来之后啊，就要从左边这条。哦，茶园的小径下去哦，那它这边有牌子啊，那这条应该就是那个挑笋古道哈、哦，
好，那我们就继续从这边往下哈。那茶园这边也是有山景可以看啦、啊、那这边算蛮开阔的齁。好，我们接水泥路齁，那就继续往左边走齁。就顺着水泥路齁，我们要往那个后洞仔山去齁。好。哦，这边有岔路哈，那我们就顺着水泥路哈往右边走哈，那左边这边就不要走哈。哦，这段路都算是那个挑笋古道哈。好，我们下来这边还有岔路哈，那我们是要往岔路的左边继续走哈，我们就没有要直行了哈。那它这里有牌子齁，好，那上面这里有写后洞仔社区齁，那我们是往左边这边继续前进了齁。哦，那目前都是水泥路齁，一路往下齁，那其实应该是顺着这个路线就可以到那个后洞仔山齁，那我们就继续走。哦，因为我们今天主要也是要走那个后洞仔山跟彰湖山。好，那我们过来之后，这边就水泥路就结束了哈。那它就换上这个步道哈。那其实沿路过来哈，它的路况都不错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往那个后洞仔出发哈。好像步道这边有岔路哦，可是我看那个地图的航机应该也是直行哈，所以我还是继续直行哈，岔路我就没有上去了哈。嗯，我们下来之后啊，就接土路哈。那它这里指标是后洞的话，就是往这边下去，那可能是社区那边。那后洞仔山的高点哦，是在这个方向哈。那这个方向的话，应该是要爬上去了哈。所以右边的路我不走哈，我从左边这边的路走上去，探一下路看看啊。哦，我走这条土路哈，上去看看哦。哦，那个土路上来之后就有看到路条哈，那我们继续顺着这条土路走哈，应该在前面而已啊。那我们目前就到茶园路了哈，这边都是茶园哈。茶园路它这里有绑路条哈，我们现在要左上哈，然后往左上走哈，阶梯往左上走哈。上来之后哈，它这里这几条哈，它都有绑那个路条哈。好，上来之后我们就往右走哈，往右边走哈。好，那我们就过来了哈。哎，只是不晓得高点到底在哪里。最高点就是在良田这边哈，继续走哈，因为时间有点赶哈。
那我们刚刚是从茶园这边的路过来的了哈。那我们现在要往那个彰武的话，就是从这边下去哈。那后洞仔山它是没有基点的哈，所以最高点就是在刚刚那个指标那边哈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那个彰武出发。那刚刚两点旁边那边也有路可以下去了哈，不一定要走水泥路这边哈。我刚刚走得太急哈，还发现那边也有路有人在走哈。好，那下来就接在一起了哈。那个凉亭旁边的土路哈，下来就跟水泥路这边就接在一起了哈，那就持续往下哈。我们那边好像有一个水库哈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面那一颗山头哈，就是彰武山哦，还非常远呢。我现在已经一点了，那走完不晓得几点了。我们要继续走了。看到这个就是彰武国小了哈。我们下来之后，我们接马路啊，哈，右边就是要回去太平的方向哈。那我们待会从彰武山回来的话，就是要从右边这条路回去哈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彰武山的话，要往左边走哈。我们按马路过来啊，这边就是彰武国小的门口哈，彰武国小的门口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彰武山去了。右边这边有个景点哦，谢谢。哦，那我们过来之后哈，那这里有个岔路哈，那边就是要往那个华山的哈，那我们彰武的话是要往右边这边哈。哦，那现在已经一点了哈，那。彰湖山好像还有点距离，所以我就决定不去彰湖山了，我就直接从这个路口这边往回走了。刚把要去彰湖山的时间拿去喝咖啡，我们从这边喝了一杯手冲咖啡哈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往回走哈，回去那个太平的方向哈。那这边是彰湖国小哈，那他现在是不能进去参观的哈，因为我刚听那个老板娘说哈，是因为游客太多，垃圾太多，所以他现在是禁止游客进去参观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往马路哈这个方向哈，我们要回去太平。好，来走走看啊，现在已经一点半了哈，那再看回去太平大概是几点了。哦，刚看了一下哈，大概要走十公里的马路哈，才能到太平哦。好，那我们来走走看吧。我们马路左边可以看到一个凉亭，那个凉亭就是后洞仔山，就是在这边。那再过来这边有看到一只高压电塔的那座山，就是彰湖山。上面之后那这边有个岔路，待会我们要右转，我们要往太平的方向走加151线。那我们过来岔路这边，我们要往右边走，我们要走151线道回去太平的方向。
哦，那马路过来这边有岔路哈，那我们就是顺着左边的马路继续下去那个太平哦。它右边这条路啊哈，这条路就是要去二尖山餐厅跟龙兴宫哈，都可以从这条路上去。好，那我们过来的话哈，现在右边这一条路啊哈，那就是龙兴宫跟二尖方向下来的路哈。那我们现在就跟它接在一起之后哈，然后继续往左哈下去到太平哈。那那边有里程牌哈，还要再3公里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哈。好，现在这里是2.5K 哈，那再过去就是那个碧湖山的岔路了哈。那左边就是那个碧湖山的岔路了哈，那我们是没有要过去了哈，那我们继续就往右边哈，回去到太平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那个三元宫这边哈，我们要从三元宫哈下去太平老街哈，那再接太红道路回去那个独立山那边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赶路哈，现在已经快4点了。那我们从三元宫哈，我们下来太平老街哈，啊，往右边走，我们要去太红道路哈。哦，那我们出来之后，我们要继续直走哈。过来这边哈，这边就是太红道路哈，我们就往这边回去独立山了。这边是那个孝子路步道哈，那这个路口是接近那个太平云梯这个方向的哈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往上走哈。哦，那上来一点哈，这边右边就是那个云之南道的路口哈。那也是那个红蓝坑山的路口，红蓝坑山也是可以从这边上去哦。那我们是继续往那个太红道路哈、哦。我们过来之后，右边有一条岔路哈、哦。上次我们走11连峰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走这一条岔路哈、哦，我们去那个红蓝坑山哈、哦。这里进去是通云之南道哈、哦，然后再上红蓝坑山。然后要出去的时候，就通到刚刚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云之南道的路口那边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走太红道路哈。好，那我们马路过来啊，我们现在看到左边这一条岔路哈，这条上去就是那个大龙顶西北峰那里的岔路哈。那这条应该是比较少人在走了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走，我们走了一段马路哈，我们又看到左边有另外一条岔路哈。那我们现在要走这一条岔路哈，回到那个早上就是要去大龙顶那边的一条岔路口哈，我们要从那边下到奉天岩哈。啊，太红道路这边我们就不走了哈，因为太红道路这边就是它会比较蜿蜒呐、啊，那马路的话它走起来会比较远一点。那这边可能要稍微爬坡哈，爬到那个岔路口之后就一路开始下坡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走走看吧。哦，它是原始路径跟那个阶梯哈、哦、混合的步道哈、哦。路径蛮清楚的哈，一会哈，我们已经接回早上的步道的岔路口了。好，那早上我们就是从这个方向哈，奉天岩的方向过来的哈，那我们就从左边这里哈上去大龙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。往右边这边岔路哈，我们要下去奉天岩哈，回独立山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回到奉天岩哈，我们继续往右边，我们要继续下独立山哈，回到樟脑寮车站哈。
我们从丰天眼下来，我们接到太红马路了，我们接到太红道路哈。那我们刚刚如果没有走那个就是岔路的话，我们继续走马路就是会从这边回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继续往樟脑寮车站哈，回到那个爱玉滨岔路哈，爱玉滨在那边哈。那我们现在往右边哈，往右边回去。好，那我们到那个独立山吊桥哈，它目前还在整修哈。那一样从这边哈有便道哈，我们从便道那边回去哈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面哈，对面的阶梯哈，就是我们早上从右线上去的地方哈，在这边哈阶梯。哦，那岔路这边哈，右线可以直接回村庄哈，那我都习惯左线哈，两边都可以哈。哦，那下来就接回早上的路哈，早上我们是从右线这边上去那个独立山哈，那我们现在从这边哈，就回到早上樟脑寮那边的路了哈。好哈，我们已经回到樟脑寮车站这边了哈。那我们现在要回去停车的地方哈。那我们今天大概走了十个小时哈，十个小时。那本来今天我们走完七连峰哈，然后要去那个后洞仔山哈，跟彰武山那边探路哈。那因为今天出发的时间7:30才开始走哈，那现在5:30了。如果有去那个彰武山的话哈，那应该回来应该就摸黑了，所以可能下次还要更早一点哈。那如果下次的话，可能如果要走13连峰的话，再跟那个彰武山在一起走这样子，那可能还是要再练一下脚程，然后那有比我想象中的还远哦。那个后洞仔跟那个彰武哦，这两座山真的是有点远啊哦，而且回来的马路哦也很远哦，也踢了大概哦10几公里的马路哦。好，那今天的行程就到这边了哦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哦。